我觉得我们很合适，你不要急着摇头。你仔细听我讲的每一句话。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第一眼我就爱上你了。林小萌是我陶然这辈子一定要在一起的女人。那天你讲过，太阳雨的时候会出现彩虹，出现彩虹的地方看到蜻蜓，真命天子就会出现。但那个人不是你。真命天子就是我，因为那天和你在一起的男人就是我。 你想想，我为你做的所有的事情，你口口声声把我作为大哥哥，但是那些事情，你想想，有哪一个哥哥会为妹妹做的？但在我心里，我眼里，你真的只是哥哥，是我的恩人。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，包括在美国，我真的很感激，很感激。 他用你的一辈子来报答我吧，但这个不一样啊，这个不能相提并论的。比方说，我这么说吧，你身边有妙妙，对吧？妙妙一天一天长大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带着一个女儿。 这不是长久之计，你对妙妙也不负责任，甚至你对左在俊也很不负责任。为什么呢？左在俊一直在照顾妙妙，你这样子等于拖累他，他怎么寻找自己的幸福？你愿意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吗？如果说你现在身边，我心里有人了，谁？我们天天都见面。 你身边除了我左在俊，还有郑磊，还有其他男人吗？如果有，我一定知道。那你说的这个男人是不是他们俩当中的一个？是吗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你就是。是谁不重要，我现在不想说。 我只想告诉你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之前一直说，陶然，我还是想做你的妹妹。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做我的哥哥。我不希望我们的这种关系被打破。小萌，你今天不答应我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希望你不要骗我好吗？不要用这种借口来骗我。你真的是这不是借口。 我非常喜欢他，只是我现在不敢面对而已。希望你能理解我。能不能把它打开，你看一眼。如果你真的确定，陶然，我都说了这么确定了，你不敢打开它吗？我敢说，如果你打开它，说不定会改变主意。